说吧，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没有，我们绝对没有商量好。巧合，都是巧合呀，战战。你们还说没有排练好，这都心灵相通了呀。战战，你到底发现了啥？ 给爷爷来点亲情提示。爷爷，您想要的提示得从5天前说起。密码错误。居然不是我生日。哎，爷爷，新年快乐！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惊不惊喜？ 欢迎回家！当时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，你们一定有事瞒着我。换个密码锁，也不至于说有事瞒你吧？您这腿抖什么呢？抖了吗？嗨，饭后抖一抖。 活过99，哈！<笑>哎呀，爷爷，这家里真没有什么秘密吗？前天，你爸的私房钱又被你妈调包了，<笑>这算个大秘密吧？说到我爸，那就更有问题了。 我什么问题啊？你的深夜鸡汤很有问题啊！大晚上了还不睡呀？爸，我听见楼下有声，我下去看看啊。你肯定听错了，那是我。来，喝了这碗爸爸新学会的鸡汤，早点睡。这么晚还煮鸡汤？深夜鸡汤，深夜煮啊！ 爸，您这鸡汤有问题吧？鸡汤没问题啊，虽然汤里没有鸡。那是不是爷爷奶奶喝剩下的？啊，不可能！我那天睡得特别早。奶奶，您的腿怎么也在抖啊？我衣服洗好了，要去抖一抖。哎，奶奶，您不是跟我说衣服要手洗吗？战战。 奶奶的衣服一直是机洗的。大前天，我要去洗衣服。洗衣服，那个洗衣机坏了啊！来，衣服给奶奶，奶奶给你手洗。前天，我看着家里买了台新相机，刚要看看。别乱动，万一周边给我扇没了呢？昨天，我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发现了这么多个东西。这几天的种种迹象表明。 你们有事情瞒着我。当开门看见我提前回家的那一刻，你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伪装，脱掉了表演的衣服，藏起了拍摄的设备，换上了平时的状态，重新迎接我。新年快乐，欢迎回家。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爷爷奶奶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拍 vlog？ 没有。老爸，你是不是给他们做宵夜、当后勤？不是，老妈。 你是不是给他们当摄影师？没给。妈，您相机呢？哎，你看见了吗？哎，那里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呢。我的相机，我的装备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们可以说了吧。 是我的主意。退休这么多年，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老太太，那多没意思啊！我想让生活多些新意，学着年轻人也做做 OOTD。
这回我不画模特了，我给你奶奶当模特，虽然有点老不着调了。怕你知道了，担心他们休息不好，不想节外生枝，就你们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吗？这么说，你赞成奶奶做 vlog？ 我不但赞成，我还为奶奶的心意准备了新装备。您的快递到了。哈哈哈，漂亮！我的家好看，多好看！哎，来，哦耶！好看！来，展示一下，行吧？来，第一个动作。哎呀，我也来，你看一下，一二三，漂亮！欢迎，换个姿势，哎，来，我们一起拍一个祝福视频。我们家也准备吃年夜饭了，我们全家给您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日进斗金。爸，您说咱这 vlog 有人看吗？有啊，播放量最多的时候多达35人呢。哎，爷爷，红包还没发吧？